非常的感谢，真感谢咱2020总统立委宜兰竞选总部，咱的林崇彦主任委员、江崇彦总干事，咱管东部吴建材主委，咱所有的竞选团队，咱大沙口主委是李良和董事长，各位宜兰的乡亲父老兄弟，大家恭喜，大家赞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2020第一天元旦，咱伫燕山乡大沙口朱医师，这是阿伯出世的故乡燕山乡，乡民宗教信仰的中心。咱过去两届立委选举起跑日，拢是遮去过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后壁是龙家子弟，咱另外一位未来要代表咱龙华界李秀芬委员，嘛是为咱农民努力打拼的一份子。做田的唔惊风唔惊雨，咱拢勇敢向前行。做一个做田囡仔，咱就来听一句话。要做牛，唔免惊无犁通拖。过去这八年，后壁虽然做立委，每一天真早就起床，坐头班车去立法院。虽然有一挂辛苦，但是内心的充实，甲为台湾依然打拼，迄种满足。我特别要感谢咱宜兰所有乡亲，甲我疼惜，甲我支持，让我有机会为台湾、为宜兰打拼。我这八年来，咱整个团队，咱甲所有的咱民进党同志同齐打拼，后壁身为一个宜兰县区的立委，咱为宜兰县大大小小的建设已经完成超过500亿。乡亲的服务工作，阮更加努力。这两届有超过30000件服务案件。不但是安尼，咱未来爱做的工作真多，重要建设更加需要未来所有的乡亲士大同齐来打拼。过去八年，阿伯伫国会看到台湾，看到宜兰有三个真大的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咱来自境外甲境内对咱台湾主权的侵害。第二个条件就是咱来自国际甲咱城市之间互相竞合。第三个条件就是咱宜兰县，咱有经济、社会、甲环保方面，咱爱面对的课题。所以，我这边在建建，我真提出真具体，一个坚持，两个反对，三大目标。坚持台湾主权、自由、民主，迈向台湾国家正常化。